哦，已经五点了，然后今天由我给代表 DolphinScheduler 社区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是如何支撑十万级的数据任务调度的。我叫戴立东，来自 DolphinScheduler 社区，是 DolphinScheduler 社区的 PPMC 和Commuter。我将分为八部分给大家介绍。第一部分其实是讲我们的一个简介，第二部分是我们为什么要重复造轮子。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痛点。第三部分其实是社区的一个介绍。第四部分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然后第五部分是架构的迭代和我们在研发这个调度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经验的积累。第六部分是用户的案例，是目前的几个在 Meetup 分享的一些用户的一个案例。第七部分其实是我们即将做的一些功能和一些计划。第八部分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资料。第一部分其实是一个简介。DolphinScheduler 在17年在我们公司一关公司进行一个立项，17年底立项的，然后是17年12月开始把这个草案草稿给那个架构给设计出来。然后是开源的是2019年3月份进行了一个开源。然后进入阿帕奇孵化器是在8月份。DolphinScheduler 它致力于去解决这个数据处理过程中这个错综复杂的这个依赖关系。比如说咱们右面这个图里边可以看到的啊，有天任务，也有子工作流，也有Spark任务、Share任务等。我们还要解决另外一个痛点，就是我们可以解决这个可视化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直观在这界面上看到任务的运行状态。这个是我们 DolphinScheduler 最初的一个初衷啊。第二部分这个是讲痛点，我们为什么要再造轮子？因为市面上的调度已经非常的多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又重新造了个轮子？那么其实有以下六个原因促使我们去把调度给重新设计了。第一个就是可视化，这块是一个非常痛的一个刚需。市面上目前开源的调度大部分95%都不支持可视化的拖拉拽，能简单的一操作让大家能，也包括那些非写代码的人小伙伴也能立马能看到这个不会写代码的小伙伴也能直接的用上这个调度啊。那调度不应该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要靠编程才能完成的一个工作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界面上直观的看到任务状态，也不需要去登到服务器上去做，这个是可视化这块的这是一大的痛点。第二个痛点就是高可用高可用目前市面上调度的高可用性高可用在极端情况下的高可用呢基本上为零就是所有的调度目前里边能做到高可用的这个很少能不能支持任务的故障的转移恢复还有这个一月维护，这是第二个方面是可用性这块。第三个点其实是能不能支持各种各样的任务类型目前我们已经支持10多种任务类型包括这个 Python Share， 这是跨语言的，也可以支持自定义的任务插件还有我们希望能支持它简单的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就可以进行一个扩展。第四个痛点其实就是依赖，这个是大数据任务调度非常也是非常痛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不仅有任务的自依赖，也有工作流之间的依赖，比如说天工作流依赖于小时工作流，或者小时工作流依赖于天工作流，这样的等等，这个依赖的这块是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还有这个告警的机制，能不能支持告警的这个插件？因为我们不仅仅有微信有钉钉，还有短信、邮件，我们是不是可以插件化去做这一块儿？我们是不是能收到及时的去收到这个告警？第六部分就是补数
不是因为大数据，你不可能，大数据这个过程是经常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要，可能跑错了，我们需要重刷这个历史的数据，或者重刷不就不，可能是不仅仅是重刷昨天的数据，也可能是重刷要重刷一段时间的某一段的历史数据，这六部分促使了我们，要重新去做一个调度。这个是我们是调研的，也调研了市面上，开源的一些调度和一些商业的调度。那然后我发现。我们发现市面上没有这样的没有满足这样需求的没有满足这样需求的产品，我们促使我们，这是我们的动力。第三部分其实要讲一下现在社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的用户用户案例目前大概有400多家用户，包括 IBM 呀、腾讯呀、美团、沃尔玛一些中国的一些公司。大部分是中国的公司，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些互联网公司，也有一些是在布局在东南亚的一些公司在实际的使用。我们这个社区中国的大部分用户群是在微信群里边的，目前有三千多人的微信群。然后阿帕奇比较崇尚于社区是大于代码的，那么我们目前的分布，就是代码贡献者的这个分布，也是分布在30多家公司之中。我们现在的贡献者已经这是一个现在的贡献者已经超过130位贡献者。代码贡献者和文档贡献者也有30多位。那第四部分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优势。高可靠性其实是我们最看重的一点，因为我们来自于大数据平台部，大数据平台很多工作，就是很大一部分工作其实是在强调运维保护，现在保证现在的平台大数据平台的稳定性。那么高可用高可靠性就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个指标，比如说 SLA 能不能保持在4.9这样的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点。那么我们就在设计的时候也就考虑的这一点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进行了一个无中心化的一个 master 和无中心化的 worker， 然后天生支持 HA， 我们使用了一些任务队列去避免这个系统的过负载，保证这个系统不会卡死，还有这故障转移的一个故障容错的能力。我们希望这个调度系统是简单易用的，比如说流程定义能够流程定义这个模板，流程的模板能够直观的通过拖拉拽就可以完成。然后有对第三方这个系统提供了一个 open 的 API， 然后也能支持一键部署，这么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 simple and easy。 我们有希望它能应用场景比较丰富，比如说能支持暂停恢复能解放一些程序员的这个手，程序员的这个能解放程序员的手，让大家能这不用写代码，直接就在界面上通过一些点一些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些一些常用的一些操作。我们还是为了大数据的这个考虑，支持了多多户。刚才已经说过，前面说过，我们支持10多种任务类型。这里边其实我们有子流程和任务依赖。这个后边会再去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把它单拎出来设计成了一个任务类型。那第四个点其实是我们的高可扩展性，支持自定义的这个任务的类型，然后扩展的这个能力随着你这个集群的 master worker 的线性去提升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四大优势。这个是说明下面说的是能力，八个能力嘛。第一个是DAG， 我们所有的任务串联通过 DAG 的形式进行一个串联，可以去进行这个实时的监控这个任务的运行状态。在后边我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套系统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操作的界面，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去看到我们是如何去设计这套系统的。能支持10多种任务类型。那第三个能力就是我们支持工作流的优先级和任务的优先级，还有参数全局的参数和局部的参数，以后还会支持这个参数的传递。工作流可以被定时，也可以被依赖，可以手动的操作，可以支持暂停恢复这些操作。
啊，第五点其实是我们要能支持这个多租户能在线的去看日志，资源呢也能在线的管理，能支持补数，啊，有一个无中心的一个设计，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高可用性。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十万级的，目前是支持十万级的这个数据任务的调度每天，这是目前的说的八个能力。那以后这个，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支持百万级的任务调度？这个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啊，下面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系统是如何去做这个可视化这块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上面的这个图，左边的一个图，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去拖拖拉，然后把这个箭头再连接起来，然后这样很简单的就形成了一个工作流。这里边会强调一下这个子工作流。我们为什么设计了一个子工作流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这个工作流有一部分，大家可能这个大数据这个团队，它可能分很多子的这个需要不同部门的交互，有些工作可能是一些重复的工作。那么我们希望这部分可以抽取出来，进行一个大家是可以复用的，避免那个重复的做一个任务的配置。第二个点，其实是我们是希望它的界面变得美观啊，比如说你在因为这个可视化，你比如说这个界面上大概有五六百个这样的任务，可能看起来就很费眼。这样呢，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子工作流把它给拆分的更细呢？就是我们在界面上保持的就几十个这样的一个几十个节点，这样看起来是比较舒服的。这是我们设计子工作流的一个初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的运行过程，这个绿色的是代表运行成功了啊，那红色呢就表示是失败的状态啊，这个是直观，非常直观，不需要你登到服务器上去看日志啊，我这个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啊，我这到底失败的是什么原因，我们后边也可以介绍，我们也是能直接在线可以看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在界面上直接通过设置这个任务的重跑、重试和让任务从某一个节点开始执行。我们有一些任务运行的甘特图。这个是任务的每个任务运行完了，可能一段时间一个任务运行完了，那我们会有一个任务的一个总结页面，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哪些任务你可能运行的失败了，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任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有一个任务相当于 dashboard 的这么一个界面，一个汇总的一个界面啊，还有这个流程这个可以每个工作流运行完会产生一个流程实例，那么这个实例我们也可以看到常看的这些实例它的运行情况啊，还有它的耗时啊。我还是想说一下，我们最后说一下这个view log， 就是我们可以去在线去看到这个任务的运行的情况，而不需要再去登到服务器上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那个数据源的管理这块，其实我们也是参考了一些开源的一些调度的一个设计，然后把它抽取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化的一个加工，集中化的这个集中化的这个设计。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持MySQL 啊、PostgreSQL 啊、Hive 和 Impala、Spark 啊、ClickHouse， 比如说现在大火的 ClickHouse， 我们都是支持的。那么像 Oracle 啊、SQL Server 一些传统的数据库我们也是支持的啊。我们希望后续这块也能做成一些插件化，能支持更多的大数据任务这个数据库这样的组件。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可视化的这么一个配置的啊，然后能后续希望能做到成一个数据源的一个插件化的一个扩展。可以直观的去看管理和配置，一次配置到时候使用。因为我们在 share 里边，你有很多小伙伴以前可能用的是 share 任务，那么在 share 任务里边，其实你可能每调一次数据库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自己去
把这个公这块是公用的东西，可能都需要再去写一遍。那么在 DS 这里边其实你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抽取出来了，你可以直接在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就使用这块 SQL task 里边是非常常用的，只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 OK 了。这个是工作流的启动，工作流的启动里边其实我们对失败策略其实设置了两种，就是失败你可以设置是失败继续或者是失败结束，有设计了多种这个通知的一个策略，比如说失败成功的通知、失败通知或者全成功的通知或者什么都不通知。工作流也有一个优先级，我们分了五级，比如说最高从最高到最低分了五级。还有补数，在最下面是一个补数，如果你需要补某一天的或者补某一天的数据或者补某一段时间的数据，你可以勾选这个补数的这个选项。那么补数也分了两种，第一种是串行的补数，另外一种是并行的补数。并行就是我们会起多个，比如说你要是个天任务，我们可以你比如说要跑十天的，我们就会并行起十个这样的一个任务，让它能够同时的加快你的运行速度。这个是工作流启动的这一个管理。安全中心这块其实我们是把它是五大这里边五个大的功能模块里边单抽出来的，因为安全是在目前是在大数据的一个领域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这个调度系统本身也是能保护这个大数据的，因为这个调度是可以接触到大数据底层的这个数据的，所以调度本身的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其实可以去设置各种各样的权限授权或者是队列的，我们可以设到亚案上的队列的一个队列的资源的一个管理，还有工作组的一个管理。比如说你想制定一个任务运行在某些机器上，那么你可以把这些机器把这几台机器设置成一个工作组，然后在任务的里边就设置我选择这个工作组就 OK 了，然后这个任务就会在这几台机器上执行。这是也是比较常用的。比如说有些小伙伴可能在迁移前他会有他会是把一个任务可能他这个一个脚本就在这一台机器上我们虽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他是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也能提供支持，比如说我们就制定这个脚本在这一台机器上去进行执行，那你这个工作组就只有这一台机器就 OK 了。我们也对外开放了API，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token 的方式去直接不需要再去用用户密码的方式直接用 token 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的Open API。 这块是安全的，我们希望后续再能在权限这块会做一个更深度的重构或者是重新的一个设计，能把这块权限这块做得更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说一下这个 1.3 的一个新的特性吧，就是data 叉是中国小伙伴这个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功能。data 叉用的特别多比如说他要去做这个数据同步啊，什么从哪儿从一个地同一个源同步到另外一个源，这样这个 data 叉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目前也发现一些data 叉一些参数是做的没法在 DS 里边做进行一个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贡献者也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叫卡自定义模板的，你可以把data 叉的这个 data 叉的参数直接写成一个 JSON 串，拼成个 JSON 串放在这里边就 OK 了，这是觉得做的非常非常棒的一点。data 叉这块的还有一个数据同步的组件用的比较好的也是很常用的一个就是 scope 这块我们可以从 MySQL 同步到 HDF 或者 HDFS 同步到 MySQL 啊、Helm 啊等等，这样是 scope 这块是非常也是非常用的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用的就是 scope 这块，其实是它已经火了将近十年了吧，这个 scope scope 我们希望后续能再做一些更加加强的一些功能，能满足更多用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 scope 的这个参数能不能也做成一个自定义的模板，这块是 1.3 的一个 feature。
1.23 feature 里边新加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 if else 分支，我们可以去走一个 if else， 这是社区呼声比较比较响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在 1.3 这个版本里边初步去加了这个if else 分支，我们希望以后呢也能支持多分支的这样的一个查询我们可以设置 case when 这样的一些能够支持 case when 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块比如说成功我们走就走绿色的那个 success 那个分支，然后如果是错误了我们走失败的这个分支。这块是分支的一个介绍。这个 embedded plugin 是做的我觉得是集成的非常好的一点，因为这个是也是我们公司小伙伴做的一个贡献做的贡献。这块是可以去简化大家的部署压力的，比如说我可以直接通过点点点，那么我就能把 DS 部署在这个大数据部署在大数据平台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install 这种MRE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就是同 Cloud Manager 一样，它是进行大数据管理的一个工具那么它可以做一个非常添加组件都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点点点就完事了，这个是非常做的非常好，所以我们也支持了 MBerry， 希望我们后续也会去支持 Cloud Manager 希望能把两大的这个大数据平台管理工具能给进行一个完美的进行一个支撑。1.3 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 feature， 其实就是 KBus 的支持。这个是文鹤同学做了一个做了大量的工作它的大家知道 KBus 的弹性是云原生最大的优势，就是云原生也是一个趋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到这个服务器的一些资源，然后它的环境执行环境还是隔离的KBus 这块在这个大数据这块也用的也有往这个 KBus 方向走的这个趋势，我们希望你调度也能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拥抱，所以我们在 1.3 里边有这样的一个 feature， 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版本上发一个正式的官方的一个 doc 版，我们目前也在进行 doc 版本的一个测试它的 KBus 的缺点就是它的运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经验的，它的运维工作比较大，运维工作比较重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云上去做，那这个事儿就比较简单一些1.3 还有一些别的特性，比如说批量导入和导出，这个其实对这个生产从测试环境到生产环境，或者是从这个生产的做两个工作流复制一个工作流这块是比较友好的。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从测试环境到生产环境这是社区那个贡献者想去做还是已经做了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这个流程定义的一个 copy， 这个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想复用的一些工作流，那我直接可以支持它的复制工作流定义的工作流模板直接复制一下。那删除流程定义可以进行一个机联删除任务日志，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开源一年多了嘛，所以有一些小伙伴在我们其实在我们没开源之前可能一些内部种子用户他都在一直在用，那么他积累了一年多的任务日志，那这个任务日志量还是非常大的，他是迫切需要提供一个可以删除任务日志进行磁盘空间的释放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这块我们也在 1.3 版本提供了支持1.3 版本还是大幅简化了配置项很多配置项保持了默认保持默认，就是你不需要去关注这个配置项，你只有需要在调优的时候，你比如说对调度的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需要支持一个高并发这样的一些场景，我需要比如说我对内存比较 care 非常 care 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需要去关注配置项一些高级的配置项和一些优化这个部署的一个体验，这块我们是在 1.3 里边会不仅 1.3 我们后续还会接着去加强这个简化部署和使用的难度，这让大家的上手能力上是更提升一个提升的，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追求吧。因为我们在 Dolphin Scheduler 在进入 Apache 之前，它叫 Easy Scheduler， 我们希望这个事儿是比较变得比较对大家对用户来说是变得比较容易的。那第五部分其实是想给大家再去分享一下我们的架构的演进。我想1.3 的这个是使用了一个新的架构它的是大幅去减轻了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压力那么主要是 worker 去除了数据库的操作。大家其实知道，如果关注 DS 的话，其实知道1.2是 worker 可以直接进行数据库的一个操作， master 和 worker 之间的通信是通过队列就是 master 有任务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把这个任务分发到这个直接发到这个VK 做的 VK 实现的一个队列中，然后 worker server 要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他是去拉取VK server 去 VK server 这个队列是去拉取，这样的一个 master worker 是分离状态的。分离状态其实是我们在 1.2 发现这个压力也有很多用户在反馈这个，比如说在高并发的一个场景中，这个任务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个数据库的瓶颈和 ZK 的瓶颈瓶颈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在 1.3 的这次 worker 的这个重构之中，其实是把减轻了 worker 就不需要再去操作数据库有 master 把这个工作转给 master， 那这样的话他俩一些重复的进行数据库操作就可以避免。Master Worker 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个通信的，去减少这个任务延迟。原来可能需要是轮询，那么现在直接通信，直接通过 Master 进行一个分配。Master 可以根据一些策略，比如说我可以根据 CPU 或者随机分配，或者是我根据轮询，或者我根据 CPU 和内存的这个进行一个参数的计算，然后去把这个。直接进行一个分配，那么就找一台更压力更小的 worker server 去执行那么 worker server 也可以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是把自己的 CPU 和内存汇报给在汇总在 ZK 上，然后 master 去选择是不是要把这台机器给屏蔽掉，如果它压力非常大的话是可以把它屏蔽掉的。这个是 1.3 的那个新的这个架构的一个设计，它比 1.2 是升级了一个 level， 这个性能大体有2-3倍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些工作中也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把这个性能再花在这个性能上，会接着进行一些重构这个架构的一些工作。1.3 的这个工作活动这个活动图其实是我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又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整理就在。我们那个一个 PMC 就是单位的就是基础上再进行了一个整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详细的去看一下。其实 master 最主要的就是分配这个工作，进行一个工作流的拆分，然后去分配这个任务，然后他把这个任务放在自己的优先级内部的一个优先级队列里边，然后有 load balance 的这个 select 的去查，然后去分给找一个 worker， 找一个压力小的一个 worker， 根据大家配置的那个配置的这个参数是轮询啊这个这样的一个算法，然后去选一个 worker， 然后 worker 去发给 worker 之后 ，worker 会进行一个回应，就是第一次 at 是告诉我接收到了这个任务，第二次他会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任务执行完之后会发一个 response 这样的一个任务，然后去。然后就用最终是 master 来去判断这个任务的一个状态，然后去更新数据库，这个是工作活动的一个流程图经验的这块其实我们是要分享一下优先级其实最早这个 DS 的设计里边没有优先级的这种概念，没有优先级的概念它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有些任务它需要高优先的，那么它因为别的低优先的任务把这个资源给占了，那么这个高优先级的任务就只能等那很有可能就是高优先和低优先的任务是一起完成的，那这个就不符合业务上的需求。那么解决方案其实是我们在考虑到大家在用的时候可能就有会有分了不同的工作流，因为有可能有
各个部门的协作，协作这方面大家都可能都会在自己的会自己生成一些工作流，那这些工作流之间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的上数据清洗，它这个工作流的优先级肯定是最高的，毫无疑问是最高的。然后比如说清洗可能也会有多些，这个工作流的清洗如果一小时一清洗的话，这上一个小时没清理完成，那下一个小时的工作流的清洗它的比如说是不应该进行发生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是能支持工作流的优先级和任务的优先级任务这个 task instance 的也是有一个任务，每个任务运行一次它就产生一个实例，这个我们叫 task 任务实例任务实例的优先级，我们也希望前面一个任务的优先级，前面这个任务比后边一个任务的实例的优先级要高有一个先后的这个顺序默认是先进先出的这么一个工作流，也工作流分了五级，然后任务这块也分了五级这块其实我们希望目前的这个 1.3 的版本中，我们后续还会再去考虑去进行一个尤其是在实现不同工作流优先级这块会再去做一个更新。任务依赖任务依赖因为是大数据任务调度中最常用的也是最常用的这个大数据组件就是这个在 DS 里边我们希望每个 share 任务都是有时候会叫它为组件这个任务类型其实我们在考虑了很多任务现有的一些开源的这调度里边其实我们把它给参考了一些开源的，然后我们自己加上自己的这个思考，我们最终把它提炼，我们经过一些开会的一些讨论，也跟社区小伙伴进行了一些讨论，最终我们把它单独抽取出来做成了一个单独的类型，就比如跟 share 任务类型和 Python 任务类型是并列的这么一个任务类型这个任务依赖它其实很简单的说就是它会进行一个检查，比如说比如说我一个天任务它可能依赖于24点的一个小时任务，那么我在运行这个天任务时我再检查一下我前面这个任务是否完成了这个其实它也可以把不同的工作流给进行一个串工作流的一个串联起来有可能一些小伙伴感觉我这个工作流画的太长了，一个工作流能有上千个节点，上千个节点这样在一个页面中会产生爆炸，那也可以考虑四工作流和任务依赖这两种类型去看是不是能避免这个节点的爆炸任务依赖最主要的场景还是要解决业务，解决业务这个是否产生一个依赖，尤其是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的时候可能会，或者是小组与小组之间的协作的过程中会用的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依赖某一个或者我依赖他昨天的任务，这块也是我们希望这个也能做的一些扩展扩展呢就是我们希望它支持小时天周月我们可能它不仅支持前三个小时，我们希望它能想随意的可以自己再去加点代码就能简单的去很容易的去支持这个实现这个依赖，因为依赖这块的业务需求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个数据整合这块也是数据组件的整合这块我们希望的是插件化也能把它去解决这个任务的 plugin 的这个机制我们希望当前的任务类型能十多种任务类型它不一定能满足业务上的需求，那么比如说数据同步呀开头啊等等这些数据质量啊这些可能后续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我们希望能支持的很容易的进行一个扩展用户案例用干例我就快点过了我们在一关的时候一关的时候是第一个是它的种子用户小白鼠种子用户，然后就是千帆是一个我们对标分析的 APP 对标分析的一个产品，然后它有6.2亿的月活，然后有这个大数据集群是 6.8PB， 然后每天要进行一个上万个任务的处理这个是我们在2018年五月份就进行在千帆上进行了一个上线所以它是经过了生产上的考验的这个右边的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量应用了子工作流，这个就是讲界面看到每个子工作流下面还有一些子工作流，这个是进行一个串联看起来比较清晰，然后是
宝信的这个，宝信是做了大量的二次开发，我们目前也在跟宝信的小伙伴进行一个接触，希望能够进行一个贡献出来，比如说这个任务插件的这个能直接在界面上进行配置，比如说这个支持这个并发的一个功能，并发的任务数或者是等等，我们做了十来种这样的一个。上一次 Meetup 分享，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Meetup 的一个视频讲的非常的精彩。我们再分享一下前信的这个案例。前信这个是他为什么选前信为什么选择了 Dolphin Scheduler， 他从这个九个维度进行了一个考察考察最后选择了 DS， 大部分是满足 DS 是满足他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里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快点过了。第七部分是讲 roadmap， 这个其实早前已经在一些分享过，已经分享过了。这里边也是给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会做一些重构的工作，就是我们能做一些吃件驱动。我们比如说现在是一些轮询的，我们为了性能这块还是在需要做大量的一些工作的我们的任务参数的传递。目前已经商量了一些方案，这个任务参数的传递也是我们也关注的一个就功能上的关注比如说 task plugin 这块是宝信正在做，也是在跟1.3 版本的一个集成还有并发任务的控制这块我们希望都能，还有工作流的触发机制，比如说上游完成那可以触发下游的工作流，这块其实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推进起来。然后还有这个比较关注的数据质量这块可能稍微放后一点，可能是明年的明年要做的。还有这个有些小伙伴只关注它的上游依赖，我们这个列表依赖是不是也有些小伙伴他不想不太想用这个 DAG 的这种方式，拖拉拽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他有上千个任务要画，那他可能画这个图的时候也比较费劲我们希望能这个做一个支持这个多版本多这个集群的在线的一个发布，这个也是我们后续吧，这个就是更晚的一些时候，明年更晚的一些时候。还有这工作流的版本管理，这个好像已经有 PR 了这个我下去再需要再去确认一下。权限的设计也准备明年的时候再进行一个更新。我们最关注的也是 easy to use， 这个是简单应用，这个是我们一直建立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简单应用。所以大家尽管的去吐槽一些不太好用的地方哪些用起来特别费劲，反人类反人性，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个吐槽，给我们留言发个issue这个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改进。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说一下开源的这个历史吧。17年12月进行一个架构设计，然后18年的5月份进行了一个迁翻的使用19年2月就是进行了花了两个月进行了一个重构3月份正式对外开源了。我们在8月份进入了 Apache 的孵化器，然后是现在是发到 1.3.2 的这个版本我们正在筹备 1.3.3 版本和 Docker 版本我们的 slogan 是工具选得好下班回家早调度用得对半夜安心睡，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半夜睡个在夜里能睡个好觉吧，这是做平台人的一个心声。我们的资源呢大概就是有这个 GitHub 一些资源，在中国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微信群这个是仅针对中国用户仅针对中国用户，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